你们觉得我的衣服好看吗？好。你也是可吧。那你们觉得上一次的那个海军服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老色特了。希望各大造型师可以根据季节去设计一下衣服，毕竟我觉得以前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特别的好奇，就是可能大冬天的时候，然后走红毯，你就看见一个女艺人就穿得特别的冷就出来了，你会觉得不冷吗？自从我做了艺人之后，真的冷，朋友们，真的很冷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，我们先掌声给我们的吉他老师劳国贤。对，又到了我特别讨厌那个环节，因为我的吉他弹得非常的烂。上海话说，弹得不好是吗？太复杂，弹得不好应该怎么说？算了，我听不清。那你们叫我说比较简单的吧。上海的晚安应该怎么说？杨东红。这里是没有上海人，对不对？上海的我愿意怎么说？无语呀，我懂你。无语，女一，无女一，哥们拿女一吧啦。啊，这不是这样说的吧？应该。好，那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反正你们都知道是什么歌了。我听不见，就这样吧。Yeah.
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唱。